对，我当奶奶了，什么？我当奶奶了。那个时候我想做什么？你们猜一猜。就做健康操。是。Hello， 老师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Lucy。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，我是一位美国中文进入式小学的老师，我教授的是一年级。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教学日常、教学的干货，还有我的日常 vlogs。 如果你对我的频道有兴趣，不要忘记订阅 Lucy Loves Teaching，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。今天这一期视频呢，就是想跟老师们分享一节我觉得特别有趣、搞笑、学生参与度也非常高的一节中文课。那在之前的高校中文课的三大组成部分，还有中文课如何做活动拓展两支视频当中，跟大家提到了我是如何来教授中文课的。那我的中文课呢，也是主要三大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字词写读，第二个部分呢是组词造句，那第三个部分呢是活动的拓展以及写的练习。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字词是老师还有爱，那么我的活动拓展是老师爱什么，说薛老师爱什么。那这里呢，我不单单去列举了什么老师爱画画、老师爱唱歌、老师爱跳舞这种比较平常一些的内容，我做了一个类似于像那种盲盒的活动，就是让小朋友盲猜，当我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，然后就有很多非常多搞笑的事情发生。那与此同时呢，我会 recall 很多他们过去学过的知识。我认为一节高效的中文课，它要在最有限的时间内让学生 recall 最多的内容，同时也习得最多的内容。为了达到这个教学目的，老师你在设计课案的时候就要去清楚地掌握这些孩子了解什么。那比方说老师爱什么，他们会一开始盲猜随便说，那渐渐的我就会说，你猜猜老师最喜欢的颜色，你猜猜老师长大以后想做什么。小朋友说老师，我说那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变老的时候你们觉得老师可以做什么。然后这是最搞笑的部分，真笑到我要感觉咽炎都要犯了。那再紧接着来最喜欢的食物，那这些呢通通都是在我们社会课当中提到的。那么科学课我也会想说啊，你猜猜老师如果可以住在一个任何一个地方，我可以住在哪里。那这个就和我们科学课的栖息地又结合在了一起。同时我们在上一篇课文当中提到了画图、写字、唱歌、跳舞、问好、说中文，那这些呢通通都是孩子已知的知识。所以我认为这节课成功的地方在于，我用最短的时间把最多的内容融合进了这20分钟的思维拓展上面。那同时我也有注意到说孩子七嘴八舌的呱啦呱啦一直在讲话，但是我觉得是 OK 的，就是不等于说你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学习就是学习。往往这些非常激烈的讨论是他们就是那种思维碰撞的时刻，所以我会非常的 value 这样的 moment， 希望可以给老师们在教学当中提供更多的点子和灵感。说了这么多废话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。薛老师，薛老师爱什么？爱什么？好，今天我就让你猜一猜我爱什么啊！薛老师，你说，大胆说，说什么都可以。小朋友，说薛老师爱小朋友的。好，苹果。我苹果啊！画一个先看看好不好？画一个苹果哈。还爱什么？爸爸妈妈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家，还有电视，我不爱电视，我爱什么？眼睛怎么看电视？对，好，我们画一个看电视啊，薛老师在家看电视，好不好？我喜欢吃点心，那就吃食物，好不好？我喜欢食物。我喜欢食物，你学过的字，老师都用汉字写哈。好，那薛老师这样问你好不好？薛老师没有在工作，没有在教小朋友，我回到家里，我的家里，猜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
喜欢做什么？读书。好，看书，看一看哈。来，我画一画哈，看书。一会儿我来告诉你哪个对，哪个不对，知道吗？猜一猜哈。看电视。啊，看电视有吗？看电视有吗？看电视有了，在这儿吗？先生，看电视吗？是小狗啊，没有宠物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小猫，没有小狗。给食物，给食物，做食物是吗？啊，做啊，做食物。好，食物在这边，画一个热狗啊！我天哪，有个灶台在上面，然后里面有食物。Coffee， 谁说的 Coffee？Coffee， 看小猫大胆猜。画画行吗？什么跳舞？哎呀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我喜欢哈。来，跳舞，画画图，你就知道这些了是吗？画画图，写写字，说说话，问问好，跳跳舞，唱唱歌，这些全有了，你就知道这些是吗？我跳舞，我不会画，小朋友，我就头发飞起来了，好吗？然后我的手也飞起来了，这样头发飞起来了，手和脚也飞起来了，好吗？这是跳舞了。这个我喜欢老虎，妈呀，不行，太吓人了。好，来猜薛老师最喜欢的动物，猜一个动物。鱼是我最喜欢的动物。鱼小狗，小猫，小猫，小鸡，小鸟，蛇，有人说喜欢蛇哈，来看一看，有人说喜欢蛇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最喜欢的动物，它生活在森林里。它很可爱，兔子。它跳很高，兔子。它喜欢这样。Skunk 是这个样子的吗？52 对，乌鸦是吗？大猩猩。乌鸦哪里是大猩猩？屋里乌鸦是大猩猩吗？你们是吗？你们是大猩猩吗？我们是猴子。呜呜啊！这个样子，我是蛇，蛇头。薛老师最喜欢的颜色，红色，蓝色，红色，红色，猫。好，再猜一猜哈，蓝色。薛老师擅长什么？啊，我擅长什么？老师，我擅长做老师。对，我擅长做老师。但是你写的我擅长唱歌，我擅长跳舞。你猜猜薛老师擅长？擅长画画。我擅长画画。啊，我擅长跳舞。我擅长跳舞。做饭。我擅长做饭，最后有了哈，做饭、跳舞、画画。猫头鹰。我擅长猫头鹰啊！我擅长做猫头鹰，我就每天站在树上。起床啦！这个样子。没有啊，我擅长。猫头鹰就站在树上。啊，这个我不擅长做啊。啊，薛老师最喜欢的运动。Tennis 叫网球。说网球好吗？我知道怎么说。Soccer 啊，我现在要下说足球。足球咋了？啊，篮球行吗？篮球还有吗？篮球，啊，看什么运动？看呀 ，soccer， 有球，跑一跑可以啊。跑起来！我要，就很像跑起来，让头发飞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头发飞了，跑的时候，然后我说啊，好累啊。不开心。再问你一个，薛老师长大以后想做什么？我已经长大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以后想做什么？老师。我老了就是老师，对不对？老了，坐好。我这个样子，我能做什么？0-96奶奶。对，我当奶奶了，小朋友，我当奶奶了。那个时候我想做什么？你们猜一猜。就坐下大电视。Unicorn 故事电视。什么 Unicorn？ 我老了，我看 Unicorn， 我的天哪！Unicorn 这样行吗？啊，我老了，在家看电视。北京说，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哎，我怎么这么可怜的呀？你们说的，我当老奶奶了，我在做什么 ？Chef 啊，我老了得颠勺做饭是吗？你要吃什么菜呀？我那个时候我要吃汉堡包。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汉堡包。
我戴了个帽子，看到了吗？戴了个帽子。奶奶。太老了。我当奶奶是吗？那我要有几个外孙，孙子外孙。几个？多少个？11个。妈呀，11个外孙，我画一画啊。我老了，老师。100个。一百个不行啊，100个就够了。好，薛老师在这边种我的花，然后呢，我的外孙在这边。好，给你揭晓哈，给你揭晓，我喜欢什么哈？我喜欢小朋友，叮咚。小朋友。对，我喜欢小朋友，薛老师爱小朋友。薛老师爱蓝色。我喜欢蓝色。绿色。薛老师不喜欢蛇，并且我最害怕的动物就是蛇。我超级不喜欢蛇，我看到蛇我超害怕，然后我看到蛇就是。怎么这样？还有小人。猫我也不喜欢，因为猫会抓我，我被猫抓过。看到猫的爪子。我抓猫的爪子会抓我。老师喜欢猴子没错，因为我是属猴子的。属生肖，12生肖，属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，而我是属猴的。跳舞我喜欢，画画我喜欢，我画了很多的画。咖啡我不喝，我不喝咖啡。我喝咖啡。你喝咖啡，那你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？我喝啤酒。你喝，哇塞！哇塞，你喝啤酒，你可以喝一瓶啤酒，还是一点点啤酒？不可以。一点一瓶。可以。6666。做好吃的，叮咚！我做很多好吃的。我知道做影片。我不太清楚哎。做影片。对，还有做影片，我是 YouTuber， 你们都没有人提。我是 YouTuber， 想起来了吗？YouTuber， 你还问你妈妈薛老师的频道，你还找我是不是？妈妈告诉我在家找我的频道啊，对，还要做影片，各位啊 ，YouTuber 做影片，叮咚，做好吃的，看书，一般般，好，食物有，那虫，食物很开心，看电视，那虫，运动，我喜欢跑步，没错，抓着头发，最后一个，对不对？我老的时候想做什么，对吗？你们想知道吗？我老的时候还想做老师，我还想做老师。然后呢，我想在美国，你现在在美国对吗？其他的国家做老师。对，我现在是一个老师。等我老的时候哈，我想去到非洲做老师，欧洲做老师，中国做老师，日本做老师。美国做老师，巴西、墨西哥、澳大利亚，我想去好多地方做老师。然后呢，我可以拍影片，然后继续当 YouTuber。我的梦想是这样的，我去了以后，然后我可以继续拍影片啊。奥巴马什么东西？怎么我说着说着我脑子想干什么就扯到 president 了。然后呢，等你们长大了，上了中学变成大哥哥大姐姐，然后上了大学，然后将来长得很大，回到我的 YouTube 看我。你们中途有没有笑？我觉得超好笑，我自己剪片子的时候还在边剪边笑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，不要忘记给我点赞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